向男团红孩儿出道28年的张克凡，今天首次举办售票个人演唱会，一定要邀请到当年红孩儿的其中两位成员马国贤与王海伦上台合体。重头戏还是张克凡在演唱会上向女友双儿正式求婚成功，可谓双喜临门。这位就是我，希望下半生可以交给他。预计10月底结婚的张克凡，爱情长跑4年，直到今年6月，女友的身份才首度公开，真是恭喜！最近演艺界的喜讯也真是一个接一个啊！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